伴随着各具特色的舞姿，舞者少年陆续完成了闽南谣的舞蹈复刻挑战，获得了各自的美食线索。耶！哦，谢谢。我们学几号？选择第一个吧，就是第一个啊。我带你太想选的就是这个，他们先走没什么用。啊，锦囊。自由的风在这儿落脚，跳《本草纲目》毽子舞。跳。这是我们跳了200遍舞得来的线索。二月春风似剪刀，夏天山飘过去，留下什么？走吧。少年们依次出发，踏上了平潭特色美食寻找之路。而这一次，究竟又有什么样的挑战在等待着他们呢？本节目由口腔护理专研品牌参半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味道和颜值都在线的明媚果汁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鸿星尔克品牌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芒果 TV 咪咕视频联合播出。每周三中午12点，会员尊享全新定制节目《少年出游记》。1+1=3。幸福。为什么是1+1=3呢？村口三。哦，就是一家人。对啊，一家人加在一起嘛，爸爸加妈妈生孩子嘛。对啊，你看有没有这一家人的那种。十个会唱歌老船长，这肯定都不是。关键是现在我们经过了这个地方都没有标出来，我不知道我俩走的对不对。哦，看一看这个啊，得先从前面左转，等到下边下边去。三片是吧？海景名食，幸福是1+1=3。对，试一试嘛。哎，我们沿途一家一家去问吧，反正就这几家店，好不好？行。林海别院，海景山院，云上海景，我感觉都不像。哎，哎，跳《本草纲目》。什么？跳《本草纲目》。不知道，sorry， 他不会 ，sorry， 我猜也，打扰了，我猜应该不会，他肯定是苍茫和云海间，云上海景民宿餐厅，对对对，走着，抓到了个聪明的弟弟，就是不一样，哎呀，骗我呀，哎，他们怎么也来这儿？歇脚亭。歇脚亭应该是。歇脚亭。跟你说，如果看到那种，哎，我觉得在这里。哎，他们去跟我们一样的了，我不信。他们前面那队已经过去了。我们是这个毽子舞。哦，是吗？哦，他不是。你是吗？不知道哎。哦 ，sorry， 我看这边有个机器。打扰姐姐。歇脚亭。他们不是，你看他们不是，那就是我们的，怎么可以第一个找到？快！暗语，老板，唱出，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他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太聪明了，弟弟，怎么办？捡到了个这么聪明的弟弟。这就是龙胆云。线索是什么？我来收了他。线索已经被我藏起来了，你们可以找一下。可怕了！是这个吗？这个不是，不是，可怕了！今天给你提示。那就在你们身后。我觉得老板对我们已经特别好了，我们一定要知假花，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份提示。我们的地图，
正呢，弟弟。哦，一个老爷爷，一个船，这应该蛮简单的。老船长海鲜吧，好了，我们走了，谢谢。谢谢，走了，拜拜。老船长海鲜吧。还有带麦的呢，真的不是啊，我们来了，跳海草高峰，耶耶，那我们这个线索就成功了呗，这是给我们的，是，谢谢，啊，谢谢，那我们的第二个线索是什么呀？你自己找的，我也知道，是，不是说你要跟我们说吗，大哥？自己找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老板调戏了你们一把，菜留下，不是这个吗？不要不给我们拿走啊。这有可能是别人家的，这有可能是别人家的。那我为什么不拿？拿走，不管，不给。那我们说明我们没找对，我们还要再去找找，不对吗？我跟你说，好简单，我已经摸透了他们的套路了。先看看那人带没带麦。一会儿咱们用贝币让他们换。对，这怎么也得十个贝币，十个贝币至少吧。好。阿姨，你知道二月春风似剪刀吗？我知道。阿珍，你知道？那后面是啥？不知道。二月春风似剪刀是什么？是一首诗吗？对，啊，但是你知道小燕子穿花衣吗？小燕子，那后面是啥？穿花衣。飞到什么花丛里？好的，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阿姨，你不是我们的人。小燕子。石头会唱歌，古风民宿，我觉得是这里。古风民宿在哪里啊？出发点。哎，这也有个石头会唱歌古风民宿哎。里面是什么？怎么这里也有啊？完了，这个石头会唱歌好多呀。我迷路了。对，我们心态不能崩。锁了，精灵不是，不是这儿，关门了。猜谜语呢，我们再猜一会儿。幸福是一加一等于三，毫无头绪。看看是什么东西。三号店有没有？有没有三号店？没搞三号店。这个，咱俩完全走错方向。完全走错方向了，是吗？哦，得回去，然后再从。哎，没事，没事，完全走错了，虚晃一枪。所以有时候事情不要想的那么复杂，是不是？真是不愧是我俩呀，不愧是卧龙凤雏。哎呀，老船长便利店，问一下，好像没对。船长今天几点出海？我们今天他们已经出海了。走了，谢谢大哥。不是这里，上面的。可以看一下哦。来这边看一下。什么朝燕窝？一会儿吧，一会儿。你可哎，一会儿来买吧。哎呀，我这个弟弟什么都不吃了，我们一会儿再回来。我们不能再往上走了吧？问一下这个老板吧。最下面了，哦，谢谢。老爷，我要不要看一下？一会儿，弟弟又错过了，请问一下，老船长海鲜吧在哪边呢？没有这个地方吧？买个燕窝。没有线索，好吧，听弟弟的。可怕。就那里，有的是船吗？啊，我们走错了。不是，过来。不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在这儿。不是，我们去看一眼。我们在这儿。你相信我，去看一眼，因为那边有船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这儿，老船长便利店。啊哈，老船长海鲜吧在这儿。但是石头会唱歌咖啡厅在这儿。它有连锁的。啊？就是。它连锁，不是连锁。对，是对的。这都是以前的船。哎，要不要拍张照片？一会儿弄完我回来。一会儿就弄完，你还会走回来？
好吧，没关系，听弟弟的。清风坤，这坤风，不是坤，坤风清澈，坤风清澈，坤风清澈，好像是在这里吧？都要死，还在那傻傻的找，不会是他的吧？不知道，累了。你知道我现在就想把他们的东西都搞到手。我也是。这叫坤风清，坤风清澈，对，是这个。跳本草纲目，跳本草纲目。来吧，哦耶耶耶！啊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那把我们的菜给我们，把你们的菜给你们。那你来这里看一下，我正在做呢。这是你们可以猜一下，我这个做的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啥？是我们平潭的一种特色美食。就是很好吃，看着就很好吃。看着就很好吃。哦。这个现在也没有这么做的了，这是以前就是传统人的做法。我来这边看一下。估计你们猜是猜不到了。对。大哥，这是谁的西瓜？这是谁的西瓜？是不是特别想吃啊？能吃一口吗？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先尝尝这个我们的特色美食。它以前也叫油羹，咬起来软软糯糯的，甜食。嗯，好像我们老家有一个东西叫糖糕。嗯，那能吃西瓜了吗？能吃西瓜了吗？你们还有一个这个要不要啊？要不要啊？要！这个可不是免费拿的啊。嗯，就是我们是需要做一个任务才能把这个给你。好啊。啊，就是我们眼前这个西瓜，请你们30秒之内把它吃完。一整个。一整个。来上。来，预备开始。哇、哦。好了，意思一下就可以，意思一下也可以了。你们的任务完成了。哎，先别走，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线索。好爽，待会儿我们卖他们几口西瓜，一口一贝币，一口一贝币，我的妈呀。HXG。海西阁餐厅，走吧。海西阁。嗯。海西阁在哪？海西阁在那边。那边。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你听过这个吗？我听过，叫啥我忘了。歌名里头找秘密。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悄悄过去。你没听过这首歌吗？听过。那我们找个人问一下，听过吗？走，问问路人。我来问一下。哎，你好，叔叔。有一句歌词是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这首歌你听过啊？粉红色的回忆。粉红色的回忆。谢谢。这么厉害。粉红色的回忆。对。哎，粉红餐厅，前面一些。哦，对，是在这吗？好像是这儿。哥，一个都没找到啊！我们都找俩了。我真的会谢。哎，你好，你们这里是不是粉红餐厅啊？哦，粉红餐车。粉红餐车哦 ，OK。我是福建的，福建平潭的，平潭北岗村。北岗村话这样说，你好，叫做。你好。吃饭叫做。第二步，你好。第二步。恭喜你们。感谢我们的这个线。哦，对，是有一个奖励给你们，但是呢，你们这么优秀，我们很想看一下你们表演点什么。浩哥是 vocal 上。来，我们很期待哦。有爱就有恨，或多或少；有幸福就有烦恼，除非你都不要。OK， 这句歌词主要给我唱 emo 了。那你尝一下。谢谢。这是你们的。哦，线索，谢谢。我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上这首歌为你发说了许多，线索是石头会唱歌，有很多呀。哆西拉嗦发咪来哆，
谢谢谢谢。奥运成功四点灯。小燕子跟简道为什么在一起？因为他要穿花衣。你们找到了吗？怎么样，两位少年？你们找到了吗？找到了呀。在哪儿呢？找到了你们空空如也。找什么东西？找线索呀。藏起来了呀。来这么好的风景，你不欣赏一下，着急找什么线索？是不是？你们知道二月春风似剪刀在哪儿吗？二月春风似剪刀。二月春风似剪刀。那个在三片社那边。在那边。对。不是这儿，关门了。厦门那边吧，厦门真的，厦门那边。你看二月春风似剪刀嘛，二四中间是三嘛。你去找三片蛇。三片蛇，走走走，对吧？有没有三片蛇的民宿？往前面走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这有三片蛇民宿。如果对的话，请吃饭。如果对的话，请吃饭。哦，那别去了，别去了，别去了。那个没开门。三片蛇。张嘴就来，你说二月春风似剪刀的，我知道吗？是一首古诗。又有偶遇，我能知道二月春风似剪刀。又碰到一对，啊，他俩，他俩没找到。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啊，不说。他俩那性格会强，我觉得。哎，小谷，哎，我们也没找到。你帮我想一下，你知道什么叫二月春风似剪刀吗？二月春风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啊。二月春风。二月春风，这是你们的食材吗？我问哦，避风亭，是不是避风亭餐厅？二月春风似剪刀，哎，避风亭，避风亭餐厅，还真是，明白了，还真是，是吧？嗯，避风亭在上面，在那儿，就在那儿。好好好好好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好好好好好，快去，走啊走啊走啊。我们没有密码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暗语，打电话试一下呗，肯定不一样。哎。啊！走走走，好了，不爬了，不爬了，咱俩是不是？兄弟，咱俩先把自己那个、那个在哪儿啊？北港。北港三。你看看一下地图，应该就是这儿。您是北港三号店吗？对啊。这边北港三号店。打电话吗？打电话。只有在海里饼。来不及。喂，喂，姐姐你好，那个拿食材，对，拿我们的食材。平壤的特色没味就吃，就是那个海鲜炒粉。海鲜炒粉，对吧？哦，这是做好了的已经。对啊，我以为说是给我们食材，我们自己做的，那我们可以在这把它吃了呀。对啊。哦，那个后边我们还有什么要线索吗？那你又给我们表演才艺，满意的话我就给你。哦，表演节目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来，好，这地方大大大大，挂了个里，挂里里挂，挂个里，挂里里挂，挂里挂里里挂，里里里里挂。什么时候进你说话呀？手打红了，我这进。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，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阔，炽日炎炎如烈火，路上的行人烧心窝。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，雨过天晴消了热呀，消了热，消了热。嘿，怎么样姐姐，可以吧？怎么样姐姐，可以吧？姐姐，姐姐好难受、啊。姐姐说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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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吧，带他们两个走吧。姐姐，姐姐好难受啊。姐姐说今天营业营的好难。可以，可以，嗯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又是第二个线索，哎呀，不容易啊。一个方框，街头暗号，人生无常。哎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大肠不要肠。你这个是贡丸。是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多少个贝币啊？请你吃，请我吃。乐享。线索，一个方框，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同学怎么样？找到了，方记海鲜楼。姐姐，您知道方记海鲜楼在哪儿吗？方记自己去找。哦。好了，姐姐，辛苦您了，辛苦您了，谢谢。好嘞，再来哦。好，好，谢谢。
海七阁，哎，海七阁是不是？会不会是燕子停的地方？老板。哎，你好。小燕子穿花衣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小燕子穿花衣哦。小燕子今天没有穿花衣。那穿一下呗，给她。没有穿。给小燕子穿一个吧。没有穿。来，宝宝，宝贝。小燕子穿花衣。后面那句是啥呀？我不知道。好了吗？这是海西阁吗？请问？是呀。Thank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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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还有西瓜呀？是吗？不要。一口一杯币。我怎么找到人家店里来了呢？ Thank you. Thank you. 反正。你们在干嘛？就是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对对对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然后，哎，我们的那我们那个菜，菜是吧？对啊，对。好，我给你们拿。好好，谢谢。好好，谢谢。我燕子呢？我燕子呢？燕子跑了。我知道，二月春末四点到，他们也看到了。是他妈的，是他们偷看了他们的线索。我们在说这个在找，他好贼呀、啊，宋木子找我们要线索，找我们来问。燕子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感觉就在不远处。哪有燕窝？找到了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，母姐姐，谢谢谢谢，拜拜，小朋友，拜拜拜拜。不是，弄完了是不是能去集合地了？拜拜拜拜。我们是第一个回队的吗？恭喜你们，请你们吃西瓜。我们还多拿了一个，我们搞了三个菜，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的菜被我们抢走了。国潮福利官小芒 APP。上小芒 APP 玩大富翁，分价值5亿红包。走吧，从这儿上去吧。这儿。那个，老师蓝色那个，对，上面还有一个。哦，黄色的，没错了。这个黄，代表黄色的 logo。一个老板。哎，没看到他坐在那等我们呢。上面那个。人都没有，黄色的没有，咱们没到黄色的，可能在下面，一楼，就他了，错不了了，错不了。老船长，那还有一个，无语，同名餐厅有10家吧？这里，船长真的是，加拿大同名餐厅也太多了，就是这儿，累了，我真的累了。船长，今天几点出海？我就是。美女啦，太开心了！船长有什么要给我们的？我去拿，来，你拿，谢谢船长，你拿这个，我拿这个。海螺，包哦，鱼丸，鱼丸，鱼丸。哦，谢谢船长，我们返船吧，谢谢，谢谢。石头会唱歌，咖啡机，这个吗？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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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，一人一碗。你好，我们有没有一个？你说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哦，谢谢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这边，完美 ，perfect。哇，很特别，应该很好吃。哎，你没有线索给我们。线索。没有线索，两就找两就没了啊、哦，叫两个啊，这么快、啊，谢谢感谢老板，谢谢谢谢，太快了，去那边逛逛。那我们尝试一下赚钱，怎么赚呢？跟那个石头书的那个老板说，我们帮你推销一个石头书，就是你看看有多少提成。Cool。喂，成为首富就看你了，怎么搞？搞不搞？先逛一逛，好吧。他们在这里干嘛？你这个消费啊，你们找到了吗？
你们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我们找到一个。嗯，你们找到了？我们找到了。你们这是用贝币吗？我们没有啊。要尝一下吗？我们打工的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小燕呀，原来是小燕呀。老板，小燕子穿花衣。年年春天来这里。哦，好嘞，终于可算把你找到了。原来叫小燕便利店啊。那给我们一个啥呢？给我们点吃的吧。你们任务是今天炸两个海蛎饼带走。我们炸两个海蛎饼带走。自己动手。他自己动手。动手啊。抹一层，抹平，摊平一点。抹匀，抹平一点就。多弄点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不是，得落一层那个。哇哦，这个好治愈啊，感觉。但是这有点不成。不是，它能炸成型就行。可以打工，那我们搞不搞？搞一个。去哪里搞？石头酥很好卖的。是吗？对。用你帅气的脸庞，绝对能卖得出很多。那我们一赚就赚回六天的房费，那你想一下，能不能花钱？要成为首富，你来谈。哎，我们是不是有第二个线索？在这里，那给我们吧，谢谢。线索是啥呀？停住脚步，享受一份惬意。那好、啊。街头暗号问：小度，小度在吗？店家鼓起肚子。先看地图。先看地图，哪可以停脚？我感觉这些地方都能停脚啊。时光驿站，北港日出观赏点，一人一碗，大个小个。便民服务中心还不能停脚，没有歇脚的呀。这是啥字啊？这不是歇脚吧？歇什么波停？你找到了？啊，走吧。这是歇吗？啊，这字咋看得清啊？刚刚接到通知，嗯，那条食材已经被客服上次拿走了。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的菜被我们抢走了。被谁拿走了？被谁拿走了？完了，没饭吃了。咱俩去吃点别的呗。走吧。老板，这可以吃饭吗？你们说这个吗？可以啊，真的可以。你可以吧？这个可以顶多少钱？可以顶多少钱？顶十块钱。顶十块钱，那就可以。我们现在吃了啊。福建的西红柿炒鸡蛋，嗯，好吃是吧？挺好吃的。这是来少年出游记最好的一顿饭。一二三四五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就这儿了吧？应该看了吧？对，焦点访谈栏目采访门店，必是这儿，肯定是这儿。哎，什么意思？焦点访谈怎么多做的？哇哇哇！又不是法制栏目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上来吃饭吗？还是？不是吃饭，就是最近心情不好，我俩。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因为人生无常嘛。大肠包小肠嘛。来这边。第二个线索得来全部费工。这个是我们这边平潭的一个特色。哦。这个就是那个花生包。怪。嗯。好。好吃吧？好吃，真的是棒了。嗯。我们拿这个走吧。走走走。还有比我们快了吗？兄弟，我俩是第一个出来的。最后一个回去，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吧？我觉得若轩应该会比我们慢。嗯，他那个二月春风时间呢？春风只往那边吹呢，吹反了。哎，姐，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个事情？我们可以就是通过帮你推销你的石头树，然后你给我背皮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你一个一盒是多少钱？35块钱。
35块钱，那我们提大概一盒5个baby吧，5个baby、嗯。OK， 那行。是两盒吗？再拿两盒，我有信心4盒都搞定。我偷偷加你个方法， okay. 我们自己卖是一盒30元，然后3盒就100块钱。OK。4盒就120。OK。好的。对对对对，好 好，谢谢，辛苦辛苦。好。这首富之路不就这么来了吗？哎哈喽姐姐们，有没有兴趣买一盒石凤酥啊？很著名的石凤酥，介绍一下，这个石凤酥要35块钱，三盒的话只要100块钱哦。三盒就100蚊，好抵买啊！4盒100，我可以，可以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然后，好，谢谢。厉害厉害，今晚的房费就有了吗？哎，嗯，姐姐。嗨，你好。哦，这是粉红餐厅吗？哦，我是粉红餐车。我真的很想跟你推荐一个我很喜爱的一个零食，叫石凤酥，一盒只要35块钱，好不好？一盒35块钱，太感谢你了。然后，你要我可以讲价吗？那我今天跟你很有缘分，三盒我只卖你100块，给你打个折，还有一盒我就20块，你就一共120。我说你很想，你们能不能展示一下才？可以，没问题。那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觉得你笑得很甜，所以想送一首小酒窝给你。3、2、1。小酒窝长睫毛，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，想念你的微笑。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真的感谢你。我打几盒？4盒嘛，4盒。120。谢谢谢谢姐，谢谢姐。希望我下次来这里，我能跟你再唱一下歌，好吗？姐姐，太棒了，太好卖了！我就连我们那两盒都没有了，很棒，很棒。就是可不可以给一盒给我们留念一下？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都卖出去了，很惨。可以啊，太感谢，太感谢。我觉得我太好说话了。不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我们跳舞拉垮没关系，寻宝拉垮没关系，最后寻宝我们不拉垮，不拉垮，不拉垮，寻宝我们挺快的，但是我们最有钱就是硬气，我永远相信你。我们的组合名是后日，当空，这气势你真的是，哎，通常这个币会什么时候给我们的姐？那我回到别人身边。但我们可以低调一些，我不希望太张扬。默默的给你。默默的 ，OK。呀，嗯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刚刚才做完任务呀，找很久了。怎么这么慢啊？怎么人呢？我们不会是第一个到的吧？没有，他们早就到了。现在我们五组少年搭档已经全部集结成功，都拿到了各自的食材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贝贝屋去准备我们的晚餐了。好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走了，吃饭了，出发回家。走吧，到家了，到家了。到家了，天都黑了。听说这里有个小卖部，在哪儿呢？小卖部在哪儿呢？就是行李寄存的那个地方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就在我们屋里面。哇，这就是小卖部。哎呦 ，Hello， 欧耶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哎呀，哎，第一天就有突袭，对啊，这送给我们吃的吗？没有啊，这不是你们自己买的吗？啊，我们买的为什么要放在这里？因为我是老板啊，我把你们东西都没收了，然后你要卖给我们，对，然后你们要用你们的这个币来买，可恶，这不是我们买的吗？而且我听说今天你们有人买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的东西。谁啊？这么大胆？对啊，特别是一个叫葛秋谷的，我清你的东西都已经清了，腰都疼了。这都是你清的？因为你们东西太多了，所以你没看到吗？我自己欠了10个代币，向导演组请了2个人帮我一起清。我怎么支出了6个？有些支出是因为这里的东西被你们用过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这要收费的，要收费的呀！那太不像话了。哎，等一下，
不能拿！啊，我没有，就看到了，看到了，都没贴标，哥。不行！我没这个，我真不行。这个反正在这里的东西都不能拿。嗯，这个没有贴标。不行！放这里都不。这个没有贴标。不行！吴老板，你应该是要睡觉了吧？晚上。晚上要睡觉，团长，商量一下怎么弄老板呗。对我们十个人了，我们十个人嘛，我们十个人了。就看看武艺有多少武艺了。洋洋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牛奶吧。你想喝牛奶，纯牛奶吗？对。那纯牛奶多少钱一箱啊？上面你看都有代币，都有这个备币。那你可以单瓶卖吗？可以。这一箱几瓶？一箱有12瓶。12瓶我就6瓶2代币嘛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2代币应该是8瓶。哦，2代币是8瓶。对啊。那你拿4瓶出来，我把箱子拎走。对啊对啊。2代币8瓶吗？等一下，我两瓶是吗？是8瓶。8瓶。2代币8瓶。这怎么开啊？我来开。我都给你钱，不会拎走的，他们也不同意啊。那你再饶一瓶吗？就是9瓶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是2代币8瓶吗？然后你再送一瓶。那好吧。老板好讲话啊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我要。这个碗要1代币。那把我的碗还给我吧。好。那个呢？内裤呢？还买内裤啊？嗯，那就2代币。谁还买了用眼镜儿？眼镜我买的，那么小的眼镜你能戴？我没有，我买的时候没有看清它是儿童眼镜，你知道吗？我能试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先试一下。咱们撤吧。哎，你挺自然啊。不是什么自然，我本来今天就是这么出去的。你这样，一副眼镜，你给我2代币。这是儿童版的，它不是成人版的。再儿童版你也得遮眼镜啊。这儿童半价就可以了。那一个吧。好吧，你这样，你给我2代币，你可以选拿两个随时任意拿两个东西走。任意拿两个东西走是吧？等一下。对，你是这么说的。没错，那成交。那你先给我，给我2代币。刮胡刀，刮胡刀。刮胡刀，这个。对，它是一套的，这个加那个。拿两个字，我再给你俩。你没给过我吧？我刚给你4个。你当我傻呀？你一个都没给我。我给了。给了多少？给了2个嘛。哎呦，我刚真的给过你了。没给，没有，你一个都没给我。我从来不玩赖。王俊给了我2个。然后葛秀果给我2个，对啊，还有3个谁给？我给的呀，不是不可能，你合计合计嘛，那还有谁买东西了呀？那不是我给的吗？我还多给你1个代币，我再拿一个。你现在手上这么多代币，你总有不在的时候，你不在的时候你是对你有数吗？哎，我先走了啊。那我俩帮你看店，你一会儿去吃饭，他们就不会赶来偷东西吗？你这样，你再给我，算了，我还给他了。我觉得就这样顺走了不太好。啊？我都没看见。兄弟，我是巴巴搁这唠，为啥呀？你这不就是这么打掩护的吗？我觉得我俩太欺负人了，这样我太不好意思。这样吧，这样痛快点，因为现在确实你到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给你一个麻药，这个就完事儿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导演，我突然有个想法，就是你看啊，10分钟我就赚了8个贝币，感觉他们今天也挺辛苦的，然后看能不能就是我用这八个贝币请他们吃一顿饭。对，
好，那我们等待大餐了。哎呦，小狗狗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找赚钱的办法。那咱合计一下子，去那个小卖部的事儿吧。行，他现在应该不在小卖部吧？怎么，有什么计划？我眼镜一戴，我就去他认不出来我是谁。你有四个眼睛。我现在这个装备已经搞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团长，你一句话，我马上潜入小卖部。我觉得你还差点意思，就是在很容易被人发现。哎，我帮你乔装一下，要做就要做全套的。团长，我这一趟你打算给我多少钱？你下去游会儿吧。我觉得还差一点意思，还差一点灵魂。这个斗篷你要穿上，我给你钻两个洞，手伸进来。走 ，Let's go。你这是干啥？拿完就跑，拿完就跑，快点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真的得用代币拿走。不是，你得害怕，你害怕。你是觉得我没有反抗力是吧？稍微，稍微，稍微。我就这把应该是赚了，下次再换个造型再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真打算走啊？你们拿的所有东西我都得我来还。我管你还不还，你还不还管我什么事情？你这样，你这个真的得留下，因为这个真的很贵。我先这样啊，先这样。等等，你这样，你还把这个拿走了对吧？还把这个拿走了，你再给我一个代币。因为我待会给你们准备了惊喜。什么惊喜？我非常无私，我非常无私。不要学我说话，你不学我说话，你学我生气，你学我说话，我再拿一个。哎。好。今天这顿饭是因为那个老板挣了钱，他请大家吃饭，然后看大家今天一天都挺辛苦的，也没吃什么东西。没错。哎呦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，不用谢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好，饿了。睡得好香啊，这风。哇，真的。喂。喂，你嘴爷。我们下次搞室内吃好不好？张嘴全是风，真正的喝西北风。大家说一下心愿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，或者帮你们完成。小葛，你从你那边开始说吧，大家说一个每个人的心愿。其实我最近一直在问那个宠物救助啊，因为我最近刷的都是这种流浪狗、流浪猫的这种救助站，其实挺想去看看能不能做点义工什么的，我觉得挺有意义的。到你了。啊，我就在沙滩上坐着发发呆。那这个咱俩其实想法还是一样的。我觉得就是看看这个当地有没有什么特色，想逛一逛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风土人情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我觉得很好实现。团长这两天天天去打工。我想去赶海了。赶海要起早还是赶晚？起早。你们慢慢赶。我想大家一起看一次日出和日落。这个有点困难，特别是日出。不是太阳出不来，是我们出不来。是我们出不来。对。我的心愿就是帮大家实现心愿，这就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如果真的给我一个心愿的话，就是我想回家。但是既然来了，既然担负到团长的这个职责，我觉得还是要肩负一些使命。心愿就是希望大家一切顺利这几天，然后让我顺利的看上蓝眼泪。我心愿真的太多了，下次就炫饭能不能去室内，风真的大。根本就顶不住我。我就想少一点室外的活动。比如你想多一些什么室内的活动呢？擦玻璃呀、啊。或者是这样，我觉得咱们晚上在外边跑没事，白天咱们在屋里边活动。对，我们搞夜场。我今天防晒霜喷了十次。我看你这个颜色好像并没有什么效果。我现在是奶咖色。我以前是冷白皮。
我的心愿就是希望你们把刚刚那些偷我的东西都还给我。这个心愿，我说实话，还是实现不了。这样的话，我能挣更多的钱，然后争取给你们更好的福利。那就刚才大家吃的吐一下吧。啊，浩浩，想跟各位兄弟拍一个很港产片的一个 MV。在最后一天播出来，哇，可以融入很多剧情在里头，演警察啊，演大哥啊，然后拍成一个 MV。 那你 AMV 也没有女主角啊，像孙木子可以演女一号，我必是女一号。我说实话，你的这个心愿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。感谢，跟着靠你了，你要辅助我完成这个心愿。好，我觉得你这个心愿我记住了。OK。走了，散了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OK， 走。害怕他们明天偷我东西，先把这个证据给拍好，看明天少了什么。一天老板当完。今天第一天要结束了，然后我觉得其实是蛮充实的一天吧。我觉得算是劳累，但是收获颇丰吧。做了很多事情，认识了新的朋友，非常开心。但是呢，有一点超出预算。我跟我的搭档李浩呢，赚到了我们来这个节目的第一桶金。我们今天赚了整整30个 baby。我相信之后的那么几天肯定会越赚越多。这位少年，啊，今天第一天什么感觉？第一天，就是一首歌代表我的心情。怎么讲？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。兄弟，你这个嗓音他就不是少年了。虽然呢，我无意之中被竞选为团长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今天的表现怎么样。然后希望可以有一个不虚此行的旅行。希望接下来的日子，然后能多点阴天，太阳对我们好一些。希望我们后面都能够玩得开心，好好享受这个少年出游记（括号变形记）。拜！赶紧过来，要扣钱了。我没有飞机，凭什么花了14啊？谁订的飞机？我订的飞机。你跟我说挥霍，然后你自己挣了3块钱。你看我三位小伙伴，每组可以争取一位加入自己的队伍。第一题是《大话西游》。哎，你那不送分吗？你跟我说说呀。嗯，我是 Jack 呀。我是肉丝。陈志国。下什么下雪？下冰雹。下冰雹。还有吻戏啊！真不容易，这一分得了。你也老母亲，我也老父亲。你就推我呗。放我下了，你放我下了。不过你要叫我的名字。很到位，很到位。本节目由芒果 TV 咪咕视频联合播出。加入会员，每周三中午12点，尊享《少年出游记》，跟少年们一起海岛冒险，还有更多爆笑花絮，不容错过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《新浪综艺》，上微博关注《少年出游记》，查收节目更多名场面。上微博参与话题《少年出游记》讨论，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。茶下亮起来，深蓝的海水涌过来，眼睛的颜色砰砰一下全散开。时间越走越快，冒险根本停不下来。爱与梦想谁先来？好期待！带上我的天，不怕地不怕，带上你的超完美计划，追着光即刻出发，无畏巨浪击天涯。听好口令，开始72变化。选择